Hello， 我系 Lucky Quick， 今日讲下呢个新霸人对战嘅 event 呢一个冰极之龙帝嘅杯咧点打啦。咁上一次就做咗呢个 Delta Fighter 啦，咁今次就提前交功课啦。咁今次嘅决定 first day 咧就打晒佢啲2000分。好啦，咁讲下点打先好唔好啊？咁其实系简单嘅，咁今次咧净系转十字杯啦。咁你见到 bonus 分数系得十字，有三倍啦。咁黄龙帝啊呢五只即系五色咧，火水木光暗色咧都系有十字嘅。OK， 咁我谂各位听到十字咧，可能就会觉得好烦啦，好难转啦。但系其实咧，假如你又睇过我上一条片，应该上几条片啦，系教过一个世界 A 嘅转法嘅，记唔记得？咁今次系完全一个世界 A 嘅转法嘅杯赛啦。咁忘记咗唔紧要嘅，咁依家就即刻帮大家重温啲记忆。咁实战一次好唔好啊 ？Go go， 好，噔噔噔噔噔 ，OK， 开始啦。哦，啲人都齐晒。好，世界 A 点转呢？嗱，啲技都唔使悭啊！一开始破龙帝技，然后转个系咯，我咁转先。然后咧，世界 A， 哇，争啲，哎呀，死嘢，争少少。第二个转法咧系咁嘅 ，OK， 千祈唔好忘记啦。第二关。啱啱系炒咗少少车，但都唔紧要，再嚟啦。咁记翻呢一层系冇心珠天降嘅，咁所以天降嘅机会率好高啦。哇，又系咁，咁啦。好，呢个天降嘅三个十字，下一关，下一关开呢个啦，开呢个啦。咁啲人开技嗰啲唔好理佢住啦，佢哋搞咩都唔好理佢住啦。睇下先啊，咁啦，系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靓嘅，十五 combo OK。下一关第四关开呢、這个，哇死嘢啊！开呢个先，开完之后呢继续唔好理住 ，OK， 咁啦，哇咁啦，哇死嘢啊，咁啦，哎呢下就炒啲十字添，啲猪黐埋啊太多啲猪，好第五关继续开技，之后转十字。唔系先转个横牌，好似我咁啊！临尾呢下先系转十字嘅，咁九哇又系咁天降法，好鬼狗啊！喂，好 boss 啦，再开龙帝，咁啦，哇，好咁啦，七。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有冇冇？但系咧呢个火力都打唔死，竟然打唔死都唔紧要嘅。好，既然打唔死，依家尾刀帮佢当转翻啲系啦，手动转翻个十字先咁啦，三个十字。好，十三十四十五六七八冇。就谂呢个火力都系拎晒啲 bonus 分噶啦，应该啊。好，分数137000分，分数我嘅，伤害唔系我嘅 ，bonus 分唔系我嘅，死嘢争少少。咁啊，再嚟一次先。OK。板面啲猪，冇理住啦，先开龙帝。咁龙帝开完系成六五色嗰粒珠嘅 ，OK 呢啲紧记啊。咁啦，转翻三寸十字，好十几丝啊，十五丝。好，再嚟龙帝。
咁咧呢下炒啲车，哇！我呢下炒晒车呢下，好转火转水，转动翻火先。咁咧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，OK， 应该秒嘅，得。第三关、第四关，开呢个元武，然后再转呢度咁啦，嚟咁啦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十四十五都几靓嘅。好 ，boss 未灭 ，boss 第五关，再嚟。呢个 BGM 几正，呢个 BGM 吓，几跳脱啊！哇，等下先，咁啦，争啲炒车啊！好彩我呢下临机应变 ，OK， 有一个三十字嘅节奏 ，boss。boss 就都系咁噶啦，睇下先咁。啊，算啦，有佢啦，呢下真系差呢下，俾人阴一下。好，十三 combo 得唔得咧？系唔得嘅。咁唔得嘅话咧，就要自己手动转翻个十次啦。咁啱啱嗰下系有少少炒车，你见到我。啊，呢下系。不是那么好的，但不要紧，转翻个手动咧，都是三十 C 嘅，咁睇下点啦。好，分数是137000分 ，OK，bonus 分不是我的，伤害分我的，咁蒙分都不是我的，但系都是哇，赢个马鼻嘅，只系赢 Apple 赢个马鼻，几正啊呢个 Apple icon，OK， 咁个转法就系咁啦，吓。咁認住呢個世界 A 嘅轉法啦，咁轉十字係比較易嘅。咁雖然可能個快就唔係咁快啦，因為始終要先轉三行直行，再拉十字。咁啲高手係唔使咁轉嘅，係啦。咁呢一個係易啲轉咗之係，但係個分數穩定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至於開技順序咧，係先開龍帝啦，呢個冰極黃龍帝，咁係四 CD 嘅。咁開完之後咧，開第二隻黃龍帝，第三下就開呢、這個，係啦，超轉生呢個和神，第四下開呢、這個。三色阵的元武，咁四回合之后咧，咁龙帝咧又系跳技噶啦，咁咗龙帝，再开翻龙帝，咁就完啦，六弯就系咁完嘅。好，咁最尾实战多一次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哇，今次有鲸鱼仔喎，系、啊、有呢个葵花喎，啊，劲嘢喎呢个，呢、這个劲嘢喎。好，我哋试一试啊，三二一，一开始就龙帝啦。开龙帝之后就系转个三个直行先，哇！真啲炒车喂，等先，啊！呢下炒车，炒大车呢下，呢下真系炒晒车，好咁睇下第二下可唔可以挽回啦。咁啦，好，转翻正常嘅三寸天降嘅十字先 ，OK， 睇下呢下再都系咁啦。哇！呢下就大镬啲啦，呢下，因为呢下好难转呢下，咁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靓嘅，哎，靓嘅，哇！呢下真系临机应变搞掂。OK， 下关，第四关 ，OK， 咁啦。然后咁 ，OK， 靓嘅。
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，OK 十七 combo。好，下一关，第五关。好，都系咁啦。哇！哇呢下唔得喎，呢下，唉，但系有佢啦，冇办法啦。哇！呢下差到，呢下真系，真系唔敢睇，呢下差到。好 ，boss 啦，啱啱串炒两下。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昆蒙分我嘅，双系分唔系我嘅，烧猪分唔系我嘅，但系都赢啦。啱啱中间系炒劲多次车啦，你见到，但系最尾咧都系赢嘅。咁证明呢个世界嘅转法咧系暂时仲非常之强势嘅，即系我谂暂时都未咁多人知住嘅呢个转法。咁所以大家先知嘅话咧，可以就转得快啲啦，咁快啲拎个分数啦。咁最尾想知呢个世界 A 点转嘅玩家咧，咁啊可以睇翻呢条片嘅呢一条世界 A 转法片啊。咁我入边系有讲点转嘅，系啦。咁其实都唔难学嘅，咁只要学一学咧，都可以即刻打赢呢个杯啦。咁啊趁依家暂时未咁多人知住嘅时候，好啦。咁今次条片咧，咁呢一个冰极嘅黄龙帝片呢个杯赛片咧。就到呢一度先啦，咁中意条片嘅希望留咧同订阅我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